아들 소아가 요소로 해안도 이사카 목부티유 라후이 사볼리타니가 아네 이프라케이트가 아리 기라카니 우삼 텐나코 인노갈타 텐나코라코 비요타 텐나코라코 은칼타 텐나코라코 삼마 기레카냐 오니 카니 코라코 스웨이 말코르 키스메르 두부타마 요시구야 크라후 카디가 아간 타지가니케 사발라이 에시모메드라 페아노 에시모메드라 팔라이 마키스코 바바온 프라헬 카니 바후야코 라히 키바한 아니야 사키타카 모쿠치유 나후이 올릭 아니가 스코나트 코라 이누안타 스코나트 코라 키니칸타 스코나트 코라 르무타 하가이 타나나 콜 하이얀 타타 타이완 카니 바이 타바깟 스콜렛 카스 민누아 마히 스 우라오 마스 미야키 마히 스카이리 마히 스 밀라 콜레 카니 아니야 사 푸투카와스 콜리 스카얀 누구 토키 누구 베시나 얏 바레 토키 타이완 파사 헤라 카타이리 스 콜렛 마푸 파투 푸투 후아 알라나누 우마스 알라나누 이니야 바깟 Wala si Pauli para yan wala yaya na magpapulit. Wala ka rin kung kuha kagigyak ta. Nahiyal ta, liliyong ta, maghuli ta, warak alam ta, warak nasal ta. At so eh, tumalo ko, natukunta, kraho ko na. Yung kasiki, ita ka ni ka, ulaw at aring kirap na ni karamuta ro. Eh kaya ito na yung lahat ko, alam ta na na, nahiyal ta na na, kagigyak ta na na. Ani asako agar ko ko ku mo kani. Lu vota spulo na ma aus hot kasat ni yo la ba. Agar ko ko ku mo kani. Lu voy ta para sa. Noka para mo ku tiyo. Lahui ni ku sa kulit ita tawan ka itinak te. Mapis ko minalay Minahamku hijal tata tewang kani. Bukan para mamu. Dao qian zuo nian. Dao qian zuo nian. Zheng yi dao zuan. Zheng yi dao zuan. 在泰勒祖的语言里面, 真相, 叫做法赖。 而和解, 叫 spalai。 也就是在 balai 之前加一个 s 的音。真相与和解其实是两个相关的概念。换句话说，真正的和解只有透过诚恳的面对真相，才有可能达成。在去年这个时候，蔡总统曾经用过这段话。我相信原住民转型正义以及历史正义委员会，也是以这个目标作为，目标来做来组成。就像蔡总统所揭示的，作为原住民族与国家政府就重大的政策进行对话协商的平台，推动这个转型正义。向斯巴赖来迈进，只是原转会运作到今天，好像就失去了斯巴赖的精神。归纳起三个大的弊病是：第一，原转会被行政部门绑架，丧失主体性；第二，行政部门剥夺对等决策的协商功能；第三，委员代表纵横向的这个联系失联，受行政部门左右。原转会的组织运作，从一开始代表的推举，各族代表的推举，一直到最近所设立的五大功能小组这样子的一个组织，它整个议程议事的安排运作，到处可以看到以原民会为主的行政部门的介入干预。什么时候合成尊重？征询过原住民族代表及原转会的意见，都是被安排、被给资讯，甚至我们观察到原转会族群内部，他们族群内部的一个纵向的连结，以及就是说族群之间、原转会委员、族群之间的连结，好像被行政部门去分化掉了，失去他们能够寻求共识的机会跟能力，原住民的主体性没有得到尊重，无论是传统领域的定义。或者是他的一个政府
法定认定的程序都受到行政部门的介入、操作跟干预。那地方政府本来应该是扮演协助跟协商的角色，但是呢，我们的法令划设办法却赋予他执行跟主管的任务，造成种种的不对等的关系的一个错置，没有办法达成尊重原住民族自主协商及国家政府和地方社会对等协商彼此认定接纳的期待。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特别提出三个是改革的诉求。第一个就是原转会的议事及组织主导权应该回归原转会，涉及原转重大的政策回归原转会决策性的这个对话。第三，强化原转会纵横向的自主连结，摆脱行政的干预。或许以总统府的高度来设置原转会，仍然不能改变我们这个政府习惯的那种行政主导决策运作的方式。那原转会又是另外一个以咨询沟通为名目的一个政策的说明会，好像一个大拜拜一样。我们政府设了一大堆委员会，其实没有功能，是拜拜宣传用的。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就必须要要求原住民转型会必须要立法来推动，建立法定机构的运作机制，同时配合把现行设置要点，就是总统府的这个原转会设置要点，各族代表由各族的民族议会自主推举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规定要法制化。总统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一年了，可是呢，原住民族历史正义跟转型正义的重要事项尤其我最 care 的就是原住民族的主权自治权、传统领域权跟土地权这方面的推动呢，都非常的迟滞促转条例并没有纳入原住民族转型这个任务项目所以呢，1945年之后发生的原来属于原住民族土地的不当国产、不当党产，那当然还有更多的不当私产，就没有就是如何归还给原住民族这方面就这一年都没有获得处理原住民族土地调查及处理委员会未依法成立，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草案也还没有出那个不要说行政院，是原民会的大门都还没有出。那亚尼矿业权违法展现20年案，这个争议呢也没有主动来化解。原住民族传统领域完整性这个部分呢，便也没有积极的来加以维护。府的原转会设有5个主题小组，可是并没有设主权小组。原住民族自治法草案呢也没有出原民会大门最重要的就自治法、渤海法都没有出原民会的大门。所以呢蔡总统在他的事实上是我撰拟的那个原住民族政策主张里面第二项里面提到的肯认原住民族主权，或者是第三项里面提到的承认原住民族自主及自决权利来这个等于是承认原住民族的特殊地位原住民族和国家是准国与国的主权新伙伴关系，这个并没有在这个府原转会也来加以处理真正最重要的像原住民族的主权、自治权、传统领域权跟土地权，我想这一年是等于是这方面的推动是非常的迟滞。Thank you.